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Brian。今天我要教大家通过 Final Cut Pro X 做一个我叫做屏幕转场的效果，就像这样。如果你觉得有更好的叫法，欢迎评论在视频下面。好，那我们一起来看看该怎么做吧。好，首先你需要拍一段视频，什么样的视频都行。这里我就用我开场那段视频，然后把那段视频导入 Final Cut Pro X， 剪掉不要的部分，找到你想让这个转场开始那一帧。接着你要有一个相机或者手机，其实任何有镜头和屏幕的东西都行，然后对着电脑屏幕拍转场那个画面，尽量让视频的画面覆盖整个相机或者手机的屏幕，然后把相机或手机往回拉一点点，停留大概一秒钟，就可以把相机或手机转向自己开始说话了。拍完对着相机说话的部分后，就可以在 Final Cut Pro X 里开始剪辑了，把第二段视频拉到第一段视频后面，剪掉第二段视频前面多余的部分，尽量让两个视频转场的地方看起来一样。需要的话可以用变换工具把第二段视频放大甚至旋转，如果还是有一点点差别的话是没关系的。接着按 R 键选中刚刚往回拉的部分，根据需要把这部分加速，如果你转相机或手机的时候不够快，也可以把这部分加速一下，最后可以再加点音效，这样会更有感觉。往回拉相机或手机的部分可以加一个快一点的音效，然后再加一个音效，再把相机或手机转向自己的地方，这样就完成了。好，这就是今天我要分享给大家的如何通过 Final Cut Pro X 做屏幕转场的效果。喜欢的话不要忘了点赞和分享，如果想看更多这样的视频的话也请关注一下哦。我们下个视频再见。